生肖土，富足上个月命宫因盘根贯锁两颗煞星作祟，使不少人运上横财不顺，总是难以把握桃花的状况。11月底运势大增，在天官的天台喜极星进矣。如果真能把握好时机，不但可以轻松获利，而且收获颇丰。再加上兔人往后桃花运方面也可有不少惊喜。但要记住，不要太过低调，适当的高调是很必要的。老天爷不会亏待努力生活的人，经过一番努力，不用多久就能过上好日子。生肖猴，生肖猴朋友聪明机智，他们在工作上有很多想法，他们知道如何去做事。今年生肖猴遇到戊土偏印透出，事业比较顺利，他们容易得到升职。猴子们精明能干，加上有了吉星的庇护，小金库里的钱越来越多，月末之后他们不缺钱花，财运大增，买车买房，日子越过越幸福。